点了，哥哥。小姐，声音好好听啊，讲道理。啊，哥哥，你的声音好好听啦，简直就天籁之音，我可太喜欢了，哥哥。哦，我加你好友啊，我加你了，我叫赖雨嗯，木影好。啊，要拉你啊。现在声音还挺好听的，该说不说的啊。嗯。我给你秀一把打野吧，来。小姐，你的房间哇！号，你的房间号是多少？你的东东房间东号东是多房少？间号吗？啊，你的东东等一房间下，我号，看一下，等一啊，下，我看一下。你东东房间号是多少来着？赶紧的啊。房间号是9888。9888是吧？对，9888，然后我在1号麦，我叫猫猫。你叫猫猫是吧？好的，猫猫啊。嗯，你辅助玩的强不强？啊？啊，还可以吧。9888是吧？1号麦叫猫猫是吧？对，好嗯，的。对。直播间的各位好兄弟，帮忙去看一下小姐姐长得好不好看？好看的话发鱼吧，看看图片啊。看一下这小姐姐长得得不得劲，得劲的话，咱们就跟这小姐姐交流一下，好吧？到时候开个视频，行吧？不行的话，咱就换一个，好吧？小姐姐晚上好啊，小姐姐，你今年多大了？你猜？你今年多大了？你听我声音多大了？你24了吗？我哪有那么老呀？哦，那你多大呀？你又不说，那你多大呀？我38定。你这么聊的话，咱俩聊点正经的啊，小姐，你多大呀？你今年多大了？年纪啊？我21啦，21啊，那确实挺老的，小姐，对，我18岁。你18，听声音也不像呀，你听我声音能听是？那你觉得你听我的声音像十几啊？最多16吧。16，小姐姐，那你的意思我是未成对年呀。呗？你这感觉还挺准的啊，小姐你真16呀？啊。被你发现了，我16岁，小姐姐，你猜的那挺准。你有女朋友吗？我没有。那你看我怎么样？我都不认识你，我怎么知道？你别搞啊，我都不认识你。我懂你的意思。其实我也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人，我只相信日久生情。哦，你喜欢日久生情啊？那挺好的，我也觉得日久生情还可以，确实还可以啊，不是你这为什么你讲句话都要等这么久？你干啥？你有 CD 时间呢？啊，你讲话有 CD 呀？不是啊，你讲话语速能不能快一点？你搁这一天天的讲话能不能快一点？可是我喜欢慢慢来。什么慢慢来？讲话的还能慢慢来？讲话快一点对啊！啊，你这就喜搞得欢太慢慢了，慢你。来。你别搞啊，小姐！我看你是癞蛤蟆认青蛙，长得丑玩得花你。你把你房间号给我，等一下要去举报你了啊！搞这些花里胡哨你的。刚点的人家就忘了人家房间号了，人家房间号是9888，你搞什么呀？你等着啊，小姐，我现在就去9888房间给你来个举报啊！9888是吧？啊，老板不要，我这把一定乖乖的听你叫话，你猫猫让是我吧？干我看一下嘛？你啊！对啊，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，好不好？不要举报你为人什么你这家。个动态连个照片都没有？你不会是刚玩那个东东 APP 吧？我
不是，我都玩了好久了，因为我想要加你好友，给你发视频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那太好了，小姐，那行吧，那我原谅你了那我加你，我加你二丫，给你发，好不好？啊。啊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先打游戏吧，小姐，先打游戏吧。嗯，好。你这还差不多，小姐，你这还差不多。小姐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觉得做陪玩的话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嗯。服务，我觉得是服务吧。你为什么这么问呀？就是我之前也干过陪玩，懂吗？就是，干过陪玩。干过陪玩，就是老板不怎么喜欢我，懂吗？为什么呀？你声音这么好听，为什么不喜欢你呀？因为他们老是会提一些很奇怪的要求，然后我没有满足他，他就给我来个差评，懂吗？嗯。比如说什么要求啊？比如说让我发一些我的照片给他，好吗？嗯，这个还好吧？我觉得能发就发呀，发个照片又不会怎么样。关键他们看我长得太帅了，他们以为我是网图，你懂吗？懂吗？就有一些女老板的话，我经常把我的照片一发出去，她老是要占我便宜，让我喊她什么。一些称呼啥的，知道吗？我但也是想看。你也想看啊？你想看老板照片啊？对啊，想看看老板。那我不行啊！我现在是老板，我可没看，我还没看你照片，你还看老板照片呢？那我觉得人家就是点你了嘛，叫老婆，叫个老婆而已啊，我这个就人叫一是下又不会怎么样。我这个人是非常有底线的啊。这种是不能乱喊的，懂不懂？像你在陪玩里面，你有喊别人一些那种很花里胡哨的称号吗？一般不会，一般不但会是老板，啊。啊，咋了？就是老板有特殊要求的时候吧，也会去满足老板，就那是行。听老板的嘛，老板让我干嘛我就干嘛喽。真的吗？那你喊我一声爸爸可以吗？我有这种癖好，嗯，三八，哦，可以啊，有点等一意下，我重新叫。丹丹，老公，哎，这别乱喊啊，小姐，别样乱喊，喜欢听哪个再喊啦？的话，我要把你推荐给我的朋友了啊，小姐，嗯，老板喜欢这样的小姐姐啊，吗？老不，我顶不板，住啊，小姐，你再这样搞，我要把你推荐给我的朋友了啊，小姐，你这么顶的话。怎么啦，宝宝？你别啊，小姐啊，咱聊点其他的好吧，咱别搞这种，顶不住啊，顶不住。好，嗯，我很正经的，你这个陪我玩可超以正啊，经。你这陪玩的话可以满足老板的一切需求，可以，嗯，对啊，而且我做陪玩之后还买了很多的制服，就是我可以穿各种各样的制服给老板看。我操！你如是果那你有种，需求的话，我也会满足你的呀，你有哦，吗？你是正经陪玩不？啊，真紧啊，又正又紧。你别搞啊，小姐，你这么搞我顶不住了啊，嗯，我来了，我帮你啊，那个好，大哥来了啊。好。干！你叫啥？你以为你跑掉了？平 A，平 A，你哇！跑，平 A，A 你叫闪是吧？你死了已经。有，给队友投，可以吧？格局拉满。哇！嗯，可以吧？屌不屌？对了。可以。哎呦，小姐姐太顶了啊，太顶了啊！嗯，你是哪里的呀？重庆的，你呢？重庆啊，重庆对是个好啊，地方啊。哥哥是哪里的啊，哥哥是哥？长沙的，长沙的啊。嗯，我长沙也很好哎。你能说几句重庆话我听听看吗？可以啊。哎，你那个，
你旁边有人吗？嗯，那个是你发的声音吗？没有啊，我感冒了，啊、感冒了，咳嗽了一下。啊，你那个嗯的声音有点有点顶、啊。干嘛呀？就啊啊、嗯，哥哥、嗯，哥哥不要呀！你别夹着个屁眼子跟我讲话，小姐，小姐，我给你来一刀，怎样？哥哥不喜欢会夹的吗？哥哥，哥哥可不吃你这一套啊！嗯。哥哥可不吃你这一套啊，小姐，你别搞啊。嗯嗯，你老是喘气干啥？你是不是犯病了呀？你是不是得哮喘了你？啊？没有啊。你不要搞啊，小姐。嗯。怎么了？你今年多大了？啊？不是讲过了吗？21了。21岁啊，21岁可以啊。21岁就这么懂了啊。你们东东语音的小姐姐能不能不要这么顶啊？嗯 ，W。可是我的姐妹们都跟我一样很顶啊。那你们是正经，你们是正经的不？当然是啊。哦，正经啊。寡妇在，不要怕，我在。我反蹲一下，他死了。完美配合，可以，完美。偷了46块。哇。完美配合。那小姐姐，如果老板问你要图片的话，你会给吗？嗯，当然会啊，当然会给是吧？那你能不能发几张、嗯、我看你个人资料没你照片嘛，你能不能发一张就是稍微顶一点的图片发在你的动态，我看一下，我很好奇你长什么样。 嗯，我刚刚上传的那个动态太顶了，然后都被和谐了，那我去上传一些稍微正经一点的好不好，然后上传到东东上面。哦，可以的。你他妈阿拉个巴子的，能不能讲话的话稍微正常一点啊？嗯嗯，你讲话能不能正常一点，小姐，你是故意的还是有意的？可是我真的好喜欢夹着说话呀，怎么办、啊、你是故意的还是有意的？能不能不要刻意啊？不是、嗯、就平常讲话就比较嗲，然后就这样。是不是你男朋友在你旁边啊？啊？还没有男朋友。你没男朋友？你发誓，你骗我的话，你不得好死。我发誓，如果我有男朋友的话，我直接原地去死。你发誓你旁边没有人，你如果旁边有人，你我旁边真的没人。如果我旁边有人，我直接单身一辈子发不了财。你这个事不太狠，再狠一点。嗯，这已经很狠了，一辈子都不能发财，就特别狠了。如果你旁边有人的话，你干嘛呀？如果你旁边有人的话，你三天之内必得。嗯，想一下啊。什么呀？翻墙，给我兄弟。哎，他咋死的呀？我靠，兄弟，我靠，你他咋死的？如果你骗我的话，你三天之内必得脑血栓，好吧？嗯，好，行，那你这个发出声音是故意的吧？啊，你是不是在？因为我有一个小尾巴，然后刚刚跟你玩游戏的时候，这次在玩小尾巴，你要不要看看我的小尾巴呀，哥哥？看看你的小尾巴是什么意思呀？对啊，就。长了一个小尾巴，
你他妈的不是正经人呢呀，小姐啊。啊，挺正经的，就是有一点忍不住了。你要再搞的话，我要跟你东东的超管，我要让你让他把你号给你封了啊！哎呀，啊，嗯，不要呀，那我正经一点。嗯，你是一个人住还是几个人住啊？啊，一个人。你爸妈呢？你爸妈不管你啊？啊？嗯，没有跟家里人一起住。对，你爸妈为什么不管你啊？啊，让你这么……因为我在外地啊，嗯，没有跟家里人一起住。那你老家是哪里的？干嘛告诉你啊？那我举报你了吗？打完这把我投诉你，你搞黄色。嗯，不要呀，蛋蛋。嗯，蛋蛋不要，蛋蛋是哪里的，我就可以是哪里的，我可以，这不管在哪个地方，我都可以去找你，宝宝。你喊爷爷都没用啊，你，嗯。爷爷。你能不能表演点才艺啊，小姐？你别搞这种花里胡哨的啊！你有什么才艺？唱歌给你听，好不好？那你清唱。清唱几句，我听听看你的功底，好吧？你的唱歌功底。清唱呀，啊、清唱呀。啊啊！咋了？你要放录音啊？清唱是最看得出来一个人会不会唱歌。啊、不是啊。你唱个我听听看来，清唱一下。嗯。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。你搁这笑啥呀？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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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真的好想你。救我，奶我，奶，奶！哎呀，西巴呀，差点人吗？人没死了。啊、你为何不第一时间来我呀，小姐姐？嗯。我分心了，我的心乱了。你这个小姐姐、啊、对不起，爸爸。你这个小姐姐，我要点名批评一下，小姐姐啊。嗯。对不起，爸爸。我觉得你这个小姐姐是非常不正经的，在哪里啊？嗯，没有啊，就很正经啊。我这还不正经，又正又紧。不是，不能讲这样的话。我的宝，我错了。嗯嗯嗯。你光说没有用啊，小姐。嗯。我最近有个朋友的话，最近冲去世了。他生前的话喜欢看一些凉快的照片啊。你得给我发几张，我到时候烧给他。嗯。可以啊。你发在你的东东动态，我看一下，好吧？嗯。嗯，好，扫描一下。嗯，这一把牛的辅助是吧？哎呀，哟西吧呀，嗯 ，QAW， A 个被动往回拉，大招一甩你死了 ，AQA 秒杀后个击，起飞，嗯。翻墙，吃一个红 buff。老板玩的还可以吧？可以。可以，我来了。幽梦一开。我好喜欢玩游戏，厉害的了，哥哥。可以吧？完美。嗯嗯。超神了，可以。宝刀未老。江湖第一刀，嗯，你是大长腿吗？你啊，是呀。你多高啊？啊、我167。你喜欢黑丝还是喜欢白丝啊？就是，我很喜欢穿白丝。我现在穿的就是白丝。哥哥想不想看我穿白丝啊？哥哥。还好吧。我朋友喜欢。哥哥你多高呀？我
这个人其实不太想谈论这种东西，我不太想别人在意。为什么呀？外表，好吗？小姐姐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啊？小姐姐，我问一下。嗯，你喜欢个子高一点的，然后鼻子大一点的，嗯，然后就玩游戏厉害一点的吧，再温柔一点的就可以了。哦，那没得聊了，小姐，那没得聊了啊。怎么了吗？你比较小吗？不是，我问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儿。那你怎么了？你喜欢的这种太，他能看上你吗？他看不上你的，好吗？为什么不能呀？他为什么可以看上你啊？他为什么可以看上你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又喜欢高的，对吧？关键别人也看不上你啊，好吗？你谈过几次恋爱啊？谈过三次。骗人是狗啊，骗人是狗啊。嗯，母狗行吗？你这么我再这么聊的话，我真退单了，小姐。啊！不要呀，不要呀！你要这么聊的话，你要这么聊的话，我等下退单了啊，小姐。你这么玩的话，我顶不住啊。不要呀，哥哥。你都21岁了，怎么这么会呀？啊！太会了，就单身了很久啊，然后一直都没有对象，就自己一个人，就有时候会挺想拥有一个对象的。飞龙在天，哇，冲冲冲，你问题不大啊。哥哥，你三一个人，我亲你一口好不好？哥哥，我操，奖励你一下好不好，哥哥？你别搞了，小姐，你真别搞了，我他妈是正经人呀，小姐。哥哥，你带我3分，我今晚一定奖励你，好不好？你他丫的能不能正常一点？啊，我操！你正常一点。干嘛呀？你不喜欢？你不喜欢？你点我的时候不是让我穿制服给你看吗？还说要穿黑丝？不是我点的。然后现在又这样？不是我朋友点的。还让我一直叫老公。不是你让我叫的吗？我助理给我点的，知道吗？你可能不知道我是干啥的，实际上我是篮球运动员，小姐姐，知道吗？我会有个私人助理。那你助理挺骚的呀。对，我助理确实有点骚啊。我等一下跟你打完了，我必须要拷打一下助理啊，真是不学好啊！我的天啊！你那你不喜欢这样吗？你喜欢正经一点的吗？我喜欢稍微正经一点，你这个有点顶不住，稍微正经一点好吧，行不行？哦，好，哥哥。平时喜欢打篮球吗，小姐？平时喜欢打篮球吗？啊。说实话吧，就是很少很少打篮球。那你打篮球的话，你应该运球能力很强，你的手应该很大咯。是的，我运球能力还可以的。我一般打篮球的话，一般是打那种后卫的，控球后卫，好吗？啊，那不知道能不能掌控我的球？你他妈的，你他妈三句话不离那种搞颜色呢，小姐姐。啊，我哪有？我没有。你三句话不离老本行吧？好，你之前是不是从事那种色情工作啊？你啊，就是之前点我的哥哥，我都给他们发我的视频的，然后我的姐妹。他们全部都说我是骚呗，你不会也这么觉得吧？你怎么能？你这个太粗鲁了，小姐，你这说话太粗鲁了，真的太粗鲁了。真的吗？是的。没有啊，就实话实说呀。你这太粗鲁了啊，钱大力，你能不能那种比较稍微那种这个稍微那个一点？干嘛呀？你这说话太粗鲁了、啊、我知道男孩子喜欢女孩子，这个女孩子就像书一样需要慢慢的去读，但是我不一样，就是我现实的话就比较内向一点，然后我在网上就疯狂的就喜欢就是很直接的这样子。哦，你是口嗨的是吧？也不是啊，就是感觉还不错的话也可以试一下吧。你别搞啊，小姐姐啊，你从现在开始、啊、你再开车的话
我就生气了，小姐姐啊。嗯，好，哥哥我听你的，好不好？你能不能答应我？以后的话，答应你，不要搞这种太黄的，好不好？答应我，行不行？嗯，好，哥哥。哎呀，听话才是好孩子啊。嗯，嗯。从现在开始，你要再开车的话，嗯，老板要生气了啊！老板要退单了，好吗？嗯嗯，听到没有？生气啊，宝宝！听到没有？嗯嗯，好的，那你打完这把的话，发一张照片发在你的动态，我看一下，好吧？我现在还不知道你长什么样，行不行？嗯，好，哥哥。嗯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听话就好，嗯嗯嗯，咱们聊一点高尚的吧，咱聊点高尚的好吧，咱们不要聊这种这个花里胡哨的，行不行？聊点高尚的，对吧？嗯嗯，好。那个我最近喜欢看一些散文，一些名著，你懂吧？像徐志摩的，你懂吗？嗯嗯，徐志摩你知不知道？徐志摩。嗯，知道，知道是吧？嗯嗯，它里面有一段这个词还是不错的，有一说一啊。嗯，什么词啊？想听一下。什么词啊？你不是知道吗？嗯，你不知道啊？哇西吧呀！我靠，仙人跳，我靠，摔死了。哇，我靠，这么多人呀，吓死我了。可是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词啊。我才发现这一把是逆风呀，我靠，19比20，我靠，20比20，21比20，这把有点逆风，我靠，不行，我这把必须要 C 一下我的队友。才发现这把我们是逆风局，我靠，别点，我来 C。 嗯，哎，跟你聊着聊着，他妈的，你能不能正常一点，小屁崽子？嗯。啊，哥哥骂我，我想被骂，我想让哥哥骂我。我好喜欢你这么叫我，怎么办啊？是不是生病了？我觉得我好奇怪啊。你是不是也这么觉得啊？你怎么这个样子呀，小姐？你是不是正常人啊？我靠。嗯。是啊，但是就有一点小小的特殊癖好吧。哦，没事啊，我这把又赢了啊，这把必须要拿下啊，这把啊。你赢了，有什么要求吗？就是如果你带我赢了，这把不是挺难的吗？我可以。如果这把我赢了，我希望你跟我视频一下，好吧？我要验证一下你是不是本人，好不好？嗯，可以呀。那哥哥有没有喜欢的制服啊？这是我制服可多了，我可以都穿给你看。好，好的，那我这把赢。哥哥有没有喜欢的制服啊？好，我这把赢，好吧？你他妈的！嗯。今天必须要把你杀了，韩冰啊！你他妈的这一天天的，我操，2步1000块，靠，愚人。哇，我最后一件买一个，这一把不太好打，团吗？我来开，兄弟们，我有夜刃了。嗯，我最后一件买啥？我买个复活甲吧，买个表吧，这把他们不出表，没得玩，买个秒表，感觉还可以。650块，560，嗯，最后买个表吧，可以吧？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我买个表，600、620、630，团吗？哥哥，你别影响我了，我先把这把游戏赢了，好吧？你别叫了啊，别狗叫了啊，嗯，我来了。好，竟然说狗叫，我操！看来，哎，你哥喜欢母狗吗？哥哥，哎呀，你他妈别搞了，小姐，我
我先把这把游戏赢了好吧。嗯嗯，好，别叫了啊。嗯，就叫就叫，来了。来我、哎、啊，没技能，我队友完了，我也跑不了了。我操，这一把对面，说实话这一把对面只需要五个人把我杀了就行了。十六级，十六层了，这个中把这卖了。操，这个鱼人他妈的是真的烦，这个鱼人。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嗯，好。嗯。漂亮，有了这一波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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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吸他，死，闪现吸，操，这都没死，我日你哥，我来了。这个鱼人他妈的会玩啊！这鱼人，团一下，团一下。哎呀，我每次找机会的话，队友不在我。团一下，团一下。其实吸血鬼装备还可以的。完了，别投降呀！别投降呀！没事，有机会的，有机会。我等一下队友。嗯。嗯，好的，好的，哥哥。哎呀，对面挺厉害。嗯。那你们开呀，你们又不开，我操，我急死了呀。你们开呀，你们不开的话我怎么没事，这几波的话挺伤的。800、900、3，嗯，这几波机会没找到，讲道理。嗯，团一下，团，我有闪现了，团一下。嗯，我操，对面挺会玩啊，我感觉对面挺会玩的，相当于感觉不像是这个分段的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新赛季了嘛，应该会有很多小带的。干他，干他，干他，漂亮。你是不是病犯了？你病犯了就得医院啊，医院得治疗一下。我好像是不是犯病了？等一下啊，我感觉你病得不轻。嗯，哥哥你怎么骂我呀？哥哥你怎么骂人去啊？大龙，哎呀。大龙打不了，兵线太差了。野魔刀来一个，伤害太高了。我带一下兵线啊，这一波本来可以打大龙嘛，没办法。嗯，拜拜，加油，拜拜。你等我赢了这把，你随便怎么搞啊？你先等我把这把赢了行不行？你别影响我了，可不可以？你说一些正能量的话行不行？鼓励一下我，好吧？别搞这种。你现在老板现在心乱了，你懂吗？你别搞了，能听懂吗？嗯，好。嗯，你说什么加油都可以，那可这爸爸爸，你是不是喊上瘾了？你没有爸爸呀？老板，不是、嗯、你啊？你怎么这样呀？你到底懂不懂呀？真的，一点情调都没有的吗？什么没有，爸爸都来了，你太过分了。你别叫、啊、我不叫你了，我生气了，我再也不叫你了。你别叫，你别叫我可以啊，求你别叫。我生气了，你讲话也太伤人了吧。没事，我技能全躲了，寒冰没大，可以打。快冲冲冲！哇，可以，哇，牛逼牛逼 ，nice nice。没事，我打个红，等一下回过血。漂亮、嗯、，OK 呀、啊，交给你们了，打大龙吧，冲呀，冲冲冲，打大龙，打大龙，别追别追，打大龙，别追别追，打大龙，别追，嗯，
可以，我只要把对面技能躲了，对面就赢不了了。我出个大野魔刀无所谓，没事，他过来就送，不用不用理他。你他妈的是，你是不是想多累你啊？野魔刀，愤怒和气。冲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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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嗯，大大家不是，我操！我真的服了，我也不想这么叫，我可不想这么叫你，真的，我一点都不想这么叫。你是不是职业病犯了呀？你之前是干什么？对，职业病犯了，对对对，职业病犯了。你之前我真的不想这么叫。不是你之前是干什么职业的呀？之前就干陪玩啦，没干嘛呀，就陪玩，就那些老板他都有特殊的要求，比如说叫爸爸、叫老公啊，然后什么体验一下虚拟恋人啊这些，然后没办法叫多了，冲冲冲！来我。走吧，别越了，别越了。嗯，可以打呀，可以打，别走呀，干嘛呀？打不了，打不了。牛逼，牛逼，牛逼！你他妈了个巴子 ！Nice。老板，你是四川的呀？我是安徽的。我操，牛逼！啊，爸爸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就是要是对面五个人都在的话，你一定可以拿五杀，太猛啦！好喜欢，我推倒了。嗯嗯，冲冲冲！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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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赢，赢了宝宝，赢了宝宝，赢了赢了赢了！你能把照片发到你的动态吗？我看看你，你是何方妖孽？可以啊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拿下拿下。嗯，我看一下你是何方妖孽啊，妖孽啊！你发动态好吧，发一些照片好吧，我看看行不行。嗯，发来发来发来。嗯嗯，兄弟们，这个小姐我顶不住啊，如果你喜欢的话搜索东东，等一下我用手机上下软件搜索上传一下房间号啊，然后呢9888一号麦啊，一号麦啊。什么直接视频吗？这是你的身材啊。啊，对啊，可以啊，这样支持我本人。凉快的照片发一下，没有，没凉快的，小姐姐发这种照片，啊，照片还是比较。